我是铁道的相关拍摄人，我在2008年5月14号，我是管站17:47，所拍摄是38次，是由三线看到新组的圈车，准备时机每次管站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刚好的影片。我这些是沿途观看，每次管到新组区间都会改站。这个刚刚是按38次间三线看新组的全套准备时间，美术馆的。来，38次间三线看新组的全套准备时间，美术馆的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你俩拜拜。3248次是为下号区间车，石径美术馆站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您聊，拜拜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您聊，拜拜。8601185959为下圈的直径美术馆站，您俩拜拜。